啊，咱各位同仁，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叫做潘良华，啊，我呐算原住民，平埔族哈，我是高滨地区的马卡道族。那么今仔真欢喜，啊，咱各位会当来参加咱的台湾民政府的法律学院初级班。那么过去咱可能拢叫国民党甲咱污染，甲咱用假历史来欺骗咱本土台湾人。所以当初我看咱秘书长咧上课，甲咱问这个问题。啊，这伫我对咱秘书长啊，这八年来，这种已经足简单的，也是讲基本的知识。但是对各位，敢那拢要足新鲜呢？啊，这是咱六十几年中华民国国民党来台湾了，用愚民教育、错误的历史认知，用中国人的角度来讲台湾的历史。啊，所以咱用骗故了，会使讲白贼讲一百遍，大家拢甲当作真呢。啊，所以真欢喜今仔日咱大家会当来遮。啊，甲来研究台湾的历近代历史，哦，啊来明白一寡真迄个真相。甲国民党六十几年来，敢若是头壳内底只个笨事，哦，咱来遮来个细细个清清我处理，好。那么真久，个真侪人真久毋捌坐伫教室安尼静静坐两三工，啊，你拄开始可能会感觉真辛苦。但是这个辛苦有价值，因为将来咱头壳若清楚，要来替台湾做代志，都较袂做唔对去，吼，啊，较袂违背咱大日本帝国天皇，吼，对咱有主权这个主张，咱常常不是迄个民进党独派这些人讲，啊，台湾爱建国，台湾爱独立，啊，这种错误。台湾这块土地不是无主的土地，吼！啊，你若讲台湾要独立，请问，伫还未独立以前，就表示咱有含一个母体连做伙。那么这个母体是啥？日本天皇无唔对，大日本帝国，甚至有诶，迄个国民党加加讲，无啊，咱要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哦，啊无讲，啊咱若独立。阿强会甲咱拍，啊，这种唔对的思想，哈、哦。那么我等下叫咱这个简报系统，哈、哦，我来看我来解说，哈、哦。你若无知影咱本身的历史地位，哈、哦，咱的身份地位，咱真有可能会认错做老爸，哈、哦。来，我来介绍咱台湾伫法律上近代主权地位变化。来做一个小解，简单讲，头拄啊，秘书长讲的，咱是因为1895年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约，吼，为大清的皇帝出的台湾甲平壤，但是拄摕到台湾甲平壤，日本拄啊，日本军登陆起来，嘛就受到平埔族，吼，包括高沙族的抵抗，吼，日本是。正大清啦哈，伊敢那伫西部的平原有六个屯垦区呢，但是伊刚挂牛的时，挂高山中央山脉以东，迄高山族的传统的领域，吼，因的族群的生活的所在，无代无志，伊嘛刚挂牛出去，啊，所以高山族的抵抗足严重，就是安尼，哈，好，过来。来到1952年，日本政府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输，所以伫1952年9月7日来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来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俩。但是台湾甲澎湖的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手里。啊，那么目前台湾还佫伫主要占领权国美国军事
政府占领当中，但是即马以台湾管理法，由台湾地理当局就较早流亡的中华民国代理咧甲咱管，吼、哦。最近中华民国咧即马即个台湾治理当局，就是较早的中华民国伊咧甲咱管，所以伊若出去外国拢唔敢去讲中华民国，所以马英九会讲伊是台湾来的总统，伊唔敢讲伊是中华民国总统。因为美国已经跟中华民国在1979年1月7日就断交了，美国已经没有承认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1971年就那个联合国给他出来了。那么现在在我们台湾是在美国授权之下，也在美国纵容之下，还在给我们管就对了。啊，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哦，我拢总有列到要100条，啊，那么今仔摕几条出来来跟大家探讨，哈、哦。首先，咱来知影讲咱是虾米人，到底咱是虾米对一国的人，啊，虾米种族的人。哦、台湾，咱来看这地，这个，哦，有点土黄色这边，啊、哦，粉红色这边。这是高山族、哦、高山原住民的领域。啊，这个浅绿色西半部遮，就是平埔族的领域。那么台湾，你莫看安尼吼，这两大族其实高山原住民，哦，进中华民国有甲承认的，啊、哦，顶个月阁有两个族群阁加入来，所以即马有16个族。啊，那么其实这平埔族嘛，唔是一种呢，平埔族嘛有十族，哈、哦。啊，那么这个组成哈、哦，咱台湾民族。那么你要注意，高山族这个族群，日本人非常佩服，非常尊敬。什么原因？就是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哈、哦，日本有招这个。高沙义勇军，哈、哦，志愿军的对吧？哈、哦，啊，这个咱高沙族本来就是山顶，伫个丛林，就足够伫丛林内底生活，哈、哦。伊只要一把翻刀，就一定伫丛林生活，用一支翻刀做一挂陷阱来掠，也一挂野兽，哈、哦。啊，山顶足侪植物。什么话的根茎会吃的，什么话的叶会吃的，伊拢知影。所以去到南太平洋咧参加战事，都开始引起拢做军夫了，也毋是正规军。但是到尾啊，日本因为因刚占的所在足宽，啊，印尼啦，啊是马来西亚遐所在都属足侪，啊，讲拢是热带丛林。日本人因本来就住伫温带国家。伊毋捌伫丛林生活过，所以伊啊蠓虫叮吼，也是水土不服吼，连咪落屎，着可累啦，着各种的天花、啥物霍乱这病足侪，啊拢是即个高沙、即个义勇军咧甲斗相共，有时啊看部队啊都失去联络，吼、哦、后勤补给补袂到的时，拢是咱高沙族去掠野兽。啊，去找一寡食的物件来给这日本军食。啊，尾啊，因嘛参加战争的时，啊，这高沙族本来因枪法就足准的，哦，较早因家己拢有迄个猎枪，单发的怎样？啊，这么拿着正港的正规军的步枪，哦，你拍佫较准，因为因咧打咧火药算足贵的物件，因逐门都拢爱会准爱拍好着。迄只野兽拍到就要受伤，无就要死，哈、哦，无死嘛要伤。第二门就要倒落，啊，所以因会使讲枪法比日本军较准啊。啊，所以建立到了伊个战斗力足强的，包括拄开始去攻菲律宾，哈、哦，美军本来认为讲伊过头前这三面头啊，后壁关山，无可能日本军会为后壁来。结果真正的高沙族
真正为后壁渗透，用游击战甲突袭，拍一个美军，人数70,000人，输咱这差不多七百个义勇军啊！啊，当然日本军是为正面啊，所以甲这真侪日本迄、那个美国军甲俘虏个，所以那一战成名啊！所以高沙义勇军一对天龙紧张，好啊，佮顶到足有日本精神呢。伊甘愿枵家己欠一寡粮食互遐破病日本军食，所以战后甲即摆啊足侪人吼，即摆有来有接一个迄个高沙的迄、那个一个纪念碑哩啊，吼、哦，逐年拢有日本人吼、哦、来伫遐咧个纪念即个高沙义勇军吼、哦。啊，那么咱即摆要来讲西部即个平埔族，哦，高沙哦真侪族吼，我都卖讲啊，大家拢较知影吼，较早拢讲九族舞。南投遐有一个九族文化村哈，啊，今嘛其实唔呐九族哈，已经有16族啊。那么平埔族咱来看，宜兰这个所在有一个克马兰族哈，有一个克马兰客运哈。那么台北桃园遮有凯达格兰族哈，所以总统府头前迄条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间，为了要纪念凯达格兰族，甲改介寿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哈。来，那么桃竹苗这地区，就道卡斯族这个族哈、哦。那么苗栗、台中，包括彰化、南投，只有三个族在这里活动哈、哦。有这个帕菜哈、哦，巴子海族哈，啊，帕布拉哈、哦，啊，这个马布萨哈，因、哦、这三族在这里活动。过来分林甲嘉义哦，这。有一个红安雅族，哈、哦，上大族的平埔族，就是台南地区，哈、哦，安平、麻豆，这还有这西拉雅族，哈、哦，西拉雅，这族是上大族，哈、哦。那么各一族，其实一个两个支族了，哈、哦，一个在迄个莫拉克风灾灭村迄个小林村，因合作大满族，哈、哦，哈、哦啊。那么隔壁地区有一个族。就是马卡道族，因马卡道族跟大满族，包括西拉雅族，因的尾语大部分拢会通，吼，就像小部分无共呢，吼。那么马卡道族较少人知影，但是伫社长庭选到高雄市市长的时候，为着要纪念马卡道族，吼，所以有伫个纵贯铁路边啊，有开一条新的路，甲合作马卡道路，吼。即纵贯铁路，即火车咧走的所在，哦，即起一个马卡道路，哈、哦。那么，若要记这个，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那么，若要记这个名，该好记。你要记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哦，火车来弄的包死的，哦，安尼去做，我就去做的，哦，安尼你就记起来，哈、哦。啊，讲了马英九，吼、哦，这个人啊，搞。有够两公的吼，人食鹿茸，伊拢食鹿啊耳的毛，好无吼？人尾啊加号做马卡龙有无？啊，这马卡道，吼、哦，啊，高雄吼、哦，7月3日半暝啊，崩起，两公后去啊，啊，无像李登辉，人李登辉随炸，吼、哦，组织处的人，吼、哦、啊，随加这个。参谋总长也炸嘞，去到欠部队支援，就随调动部队来开路创啥？啊，欠钱，这边叫组织处随准钱嘛，有现金嘛炸嘞，随爱买物件食，第一爱先有食，爱有水啊，就先处理啊。万久8月7日来高雄，敢有炸物件来？拢没有。佮问讲，嗯啊，这太崩哩，太车拢崩哩路边，开拢崩啊，安尼坐坐。啊，无，伊认为安尼爱帮我修他，安尼伊较会欢喜啊。啊，拢问迄个怪奇怪话啦，吼、哦。啊，所以即块吼，足量讲，啊，我咧讲，马英九佫另外一个故事。啊，咱即摆上就上到9:50无休困，你若要上厕所，先家己点点啊去吼。马英九做个 long stay， 那么伊就该去一个农民，取缔个农户。啊，伊就后饲猪，后饲
一狗仔咧顾遐个猪啊吼，啊鸡啊，卖用偷猎的。啊，即马迄段里啊，啊天光起来吼，即马伊就主人就安排要带伊去参观伊个农场。啊，卖叫我啊，安尼你先行吼，你带阮引导甲阮介绍。啊，叫迄个主人讲，无啦，我拢关系吼。今日精神后壁啦，伊都咧赶猪啊，赶鸭，伊即马甲讲，甲马英九、马英狗吼，马英啊狗，啊即拢动物啦。讲无啦，我总统你行头前啦，我较惯是今日精神后壁啦。听无？伊别啥也讲，遐个农户吼较土地啦。我平常就咧赶猪啊、赶鸭、赶鸡，就拢嘛惊伫精神后壁。好，啊，即马迄个岛吼，就办一块都做切草要请马英九，啊，又饲起了土鸡啊吼，有机的无食迄个什么抗生素啊，好啊，抗甲烂咯。啊，马英九吼，硬个，我硬着鸡卡，迄抗甲烂人硬鸡卡落去就吼，哦，啊，中国人拢做啊讲好听话。啊！咱讲鸡卡都鸡卡，伊就讲凤爪。哦，这个凤爪好，迄个伊个皮啦。啊，咱讲硬一支买哦，主人家啊，都这个凤爪好，主人你也吃一只。啊，主人讲啊，无啦，我无咧食鸡卡啦，我拢老狗食啦。哦，咱讲到这了，我今日拄久啊，讲一个互恁笑者。好，啊，恁即卖吼，咱只。咱内底毛饲狗吼，明仔恁后鸡卡爱留狗仔食哈。过来，咱来看讲，咱到底是啥物款人？咱都是作的，那边部作的有特征。你把你的手弯安尼起来，你只有一条凹痕，这是平埔族的特征。那是有的是倒手，有的正手，吼、哦。那有这你就免费啊，吼、哦。咱台湾人85%拢是平埔族，吼、哦，啊南高山族，吼、哦。好，啊你那有的，那有较项链的吼，会肩较平的吼，会看无哦哈。啊那个。有的人讲较肥的吼，有的肥较颔管啊，几下练，迄毋算呀。爱手的，较有尊重。毋是迄个有一个恋爱的公司叫米其林吼，吼、哦，迄几下练。啊，佮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咱的脚上边啊设计的吼，不将爱不将爱这个，伊肩胛脑必顺的，迄个那是，哦，迄个那是平埔族的特征。啊，过来就是面部啊，好轮廓足清楚的哈，这款的那是。啊，过来就是讲皮肤像我这款的，行一个小花草一打11分色的这哈，我这行了过头的哈，哎，那是面部作的哈，好，免笑。咱85%拢有面部作的基因哈，所以大家拢是欢迎大家拢来做欢。欢迎来做番哈、哦，好啊！咱来检讨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这就是原来原因嘛哈、哦。第二就是1945年10月25日，大行典礼哈，伫台北个工会堂大行典礼了，隔无3个月，哦，中华民国政府就用行政命令。宣布讲，伫1946年1月12日，所有的台湾甲平湖的吼日本时代留落只人，拢总集体规划变作中华民国的国民，用行政命令，啊，这违反国际战争法，吼、哦。因为这个国际和平条约还未签，台湾将来要何去何从还未决定，你哪会使讲变更国籍，吼、哦？而且你若像日本跟大清签这个《马关条约》，人日本人也互
和台清的伫台湾的甲平和的居民，吼、哦，两年的思考期，互你思考，吼、哦，讲你若无要互我日本国管，吼、哦，你会当甲你的家产两年来卖卖咧，你搬转去台清，结果根本咱拢也无互咱思考期直接集体规划。再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1952年日华台北合约。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就是伫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迄一天，伫美国的强烈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在台北签一个台北合约。哦，等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伊开始有资格签哦。哦，就是讲日本已经甲澎湖甲台湾的管辖治理权放弃了了啊，才会再签。啊，咱来看伊的第十条讲啥啊？讲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澎湖所以实行的或协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及一切台湾甲澎湖的居民，讲到啰啰等。但是后壁来个给，接着有讲台湾甲朋友，接着来个即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接着就是咧讲咱本土台湾人，就是日本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哦，结果9月7日麦克阿瑟宣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的部队来台湾代替盟军占领台湾甲澎湖，迄是来代替俩。但是现在在说那个9月7日麦克阿瑟一般命令那一天，那时候命令刚好发布，中国军还是其他国家的军队外国人都还没来台湾，所以那时候呢，所有的在台湾跟朋友的居民，包括他生下来这些后代，就是我们本土台湾人，那时候没拦到外国人进来嘛，很单纯，中国军也还没进来，中国军是一直要到10月25日，吼，几个月12月25日，即前几天啊，美军用军舰去中国遐，因来甲因的部队载过来，是美军用军舰甲中国军载来。因迄阵本身已经无海军啊嘛，规海军拢许日本军甲拍沉拍败呀，吼，好。啊，所以你即马看，因视为爱甲这人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啊！你会记马英九咧做台北市长，搞原住民安怎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有捌听过这句？我把你们当人看，就是其实我心内恁唔是人，我暂时甲你当作人看。啊！才讲我思维。啊！你本来唔是中华民国国民，啊！我即马暂时甲你当作你是中国人，中国的国民。表示咱唔是嘛，咱是日本的臣民嘛。好啊，所以为遮来看，你就知影讲，咱唔是，咱只本土台湾人，咱是日本人，好，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好，啊，过来，咱台湾人是安怎无国籍？哦，2006年10月24日，咱秘书长带228去告美国联邦。美国的联邦的地方法院，甲咱判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这无国籍的原因就是1970年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吼，即卖叫做中日建交。啊，那咧跟中华民国，咱拢讲日华，吼。啊，那这个中日就是日本跟阿强啊建交，等于甲头拄啊迄个台北合约就失效去啊。是啦，所以而且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前头两个月，日本政府的法院，甲咱台湾人的日本国籍取消掉去，所以咱日本国籍无去。啊，本来摕着中华民国的临时的国籍吼，甲咱视同的中华民国国民。啊，伫因为这个中日建交了，台北合约失效，啊，中华民国国籍也无去啊。啊，所以咱要美国甲咱判讲台湾人无国籍，吼，是这个原因。那么咱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对，要安怎恢复国籍？啊，
咱的潜在国籍，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啊，哈。啊，咱爱依照琉球返还这个模式，咱会当等于日本，对，摕到日本国的国籍。啊，琉球模式就讲，日本的琉球美军伫1945年四月七，哦，尼米兹用约航空母舰战斗群迄个占领了，哦，有成立琉球民政府。那么当时迄阵琉球人变日本的境外，因为琉球人若要等于因的日本的东京做生意，也是要遐读册，要去迄四大岛、北海道、九州、本州四国，爱甲美国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这个旅行证件就是类似 passport 哦，护照。啊，所以因变对日本本土来讲变外国，但是十几年后，1969年，日本政府因即马经济较好啊，有赚着钱。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去协商，讲啊，我爱赔你偌济钱，哦，战争债爱赔偌济，你较要甲留起还我。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这条钱日本交了吼。因伫1971年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美国准甲琉球，包括钓鱼台、尖阁群岛，拢还予日本。好，安尼了，还过了，即琉球人以后就摕着日本国的国籍，啊，因若要等于留迄个日本去四大岛，就免阁摕旅行证件啊。好，因变国内线，啊，等于摕身份证，拄啊像咱。平和人若要来台湾本岛，因摕身份证坐飞机来就会使，唔免摕护照。好，好。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好，属地主义就是后裔，吼，人家先进国家拢用属地主义，就是只要一个富人人伫这个国家内底，吼，包括伊个富人机顶、伊个船啊顶管。所生落来囡仔，譬如讲，伫美国船仔顶，啊，伫美国无人机顶生，迄、那个囡仔就自然摕到迄个国家的国籍，哈、哦。啊，所以因中国人，哦，若怀孕，拢是想要逃到去美国，怀孕啊看无时，啊，走去美国，啊伊避开，等迄个囡仔大，美国甲你生落，吼、哦，啊就像李青安，吼、哦，李焕英祖囝李青安，伊囡仔伫美国生。啊，即卖呢，直系血亲就一定用迄个囡仔来依亲。哦，中国人都连连家己都中华民国国籍都无爱，拢买摕美国嘅国籍，还是澳洲啦，还是加拿大嘅国籍。哦，啊，属地主义嘅好处就讲，你自己个国家嘅国度所生来，你自然摕迄个国家嘅国籍。你若伫遐，你自然来爱你即个国家，因为你是伫遐生来。好，哦，你就袂去做一寡啥物。为了赚钱，啊，去做一挂高污染、高耗能，吼、哦，伊个空气污染、歹个土地，拢用个专毒种出来物件，拢袂食得，吼，袂去做迄款代志。你看中国人来台湾，遐中国兵1949年都无走来遮，袂听少台湾，干那叫咱拼经济、拼经济，叫咱创一挂石化个。咱个台湾个石化，拿咱家己要用个，能做1000、2000都有够啊。现在创到6000、7000，也要做8000。哦，8000讲来本来要做中华，哦，国光石化有无？啊，阵咱个环保团体拢去动，啊，你嘛用一个理由讲，中华白海豚，哦，爱甲保。啊，那个白副总统讲，迄白海豚会自动转弯有无？啊，这好，啊，你即马看像。高雄就是迄个石化工业关键一堆，经济部中央级的阁唔管，吼、哦，唔捌创个崩伊，啊，这运作作济吼，啊，你甲想，澳洲是台湾的土地差不多200倍，但是伊人口跟咱台湾差不多，因2400万，咱2300万，澳洲因有迄个做塑胶物件，即个
高科技的技术甲专利，伊无爱在因遐生产，因为伊知影讲即款物件高耗能、高污染的，在遐生产会污染到因澳洲的土地、空气、水源，所以伊无爱在因澳洲做，授权予中华民国，啊，恁都爱趁钱尔，我5%、10%的工钱予你趁，趁趁来，你怎啊做？做了污染留伫台湾，所以咱唔靠3斤、4斤、5斤、6斤。台湾人就是出卖家己的生存环境权，出卖家己的空气、水、土地，即污染。哦，人土地咱的200倍，人口可能这样，他们都舍不得污染自己的空气、水源、土地。授权予恁台湾人去做，恁咧趁一出啦，污染伫恁台湾。拄啊像日本共款，日本人无爱饲猪。因为伊知影一只猪仔污染量是人的六个人的量，所以伊就定单叫恁台湾饲猪，叫中国饲猪，伊检验合格，较外销等于因日本污染伫恁台湾，污染伫恁中国，吼、哦，人是先进国家安尼做，吼、哦，啊那属人主义，真歹，东方受到中国系统、汉人系统的。哦，拢大男人主义的这个思想，拢属人主义，就是这个老爸所生落来，啊，这老爸搬到对，伫对生落来，拢总叫做华人，因未落地生根，啊、哦，所以伫200年前，美国西部咧欠工人，所以就来福建、广东，才招募华工，去这个什么旧金山，哦，做西部铁路，好吧？然后铁路做了，即华工就无头路，啊，当然就只好属农工商家己去找头路。结果因家己拢聚集做一个所在，叫做中国城 （China Town）。好、哦，结果所有的 China Town 就是迄个所在，治安上歹、上泰国、上垃圾、上歹的所在。啊，结果因若总共有一挂人有赚到钱的。因未去回馈当地，连到讲要甲钱寄返来因的故乡，要起大厝，要光宗耀祖，吼、哦！啊，所以他们格格不入，所以迄个旧金山的排华，印尼华侨人嘛咧排华，吼、哦！包括这个2个月前，吼、哦，越南嘛咧排华，好不好？叫伊排华，所以咱。台湾人讲讲，介济人去讲，我嘛是中国人，啊，拄啊方排华拄啊好，哦，属人主义就摆伫遮，未疼惜迄个土地，拢咧糟蹋迄个土地。好，啊，咱今嘛来讲台湾血统，有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我听个对啊，吼，因为中国来无中国来阿嬷嘛，无登山来阿嬷嘛，因为迄阵。台清海禁，那么会走来台湾的，大部分拢是台湾，拢是台清要甲通缉的，吼、哦。啊，伫台清遐跋主教，吼、哦，借住要甲欲要甲抬，吼、哦。啊，但是我讲奇怪，啊，改成安尼，即句话听个有当山讲，啊咱大阿公拢死了啊哟。所以即句头前这个嘛唔对，敢那有邓山公嘛唔对啦哈。好，邓山公来台湾，十个来，六个死，三老一回头。哦，这是过去有一个记录。先啊，十个来底死六个，就是迄阵早期的船啊卸只，啊台湾海峡风浪大，那唔多拄着空气歹，哦，这个风浪歹，哦，天气歹，规只船变过，规船死了了。所以平均。十个爱死六个，伫台湾海峡。啊，剩的三个有留落来，一个看来只大白虾，搁选等，吼、哦。但是这三个敢留会落来，我真怀疑。哦，以即马现代角度来看，吼、哦，咱来看1874年牡丹虾事件做的。牡丹虾就是琉球，吼、哦，宫古岛的这个渔民，50几个。因为拄着风浪，吼、哦、啊，
有五十几个爬开为迄个台东的吼，为迄个满洲的东边吼，东部海岸爬起来。还有南台湾族甲交代，啊，但是因为产生误会，所以迄个台甲剩十二个台不死吼，啊，十二个迄个即个暴力的平埔族的人，甲扶上来凤山府城、凤山县即个府城，甲送登去日本琉球。那么日本政府就甲大清抗议，是安怎恁的人台湾的移民？结果大清甲回批讲，无啦，迄用白话文讲，等于讲访辽以南，非为化外之地，非我大清所管辖。化外之地就是讲，迄种凡啊咧大个所在，哦，唔是我管辖。你记因大清，若到山边。拢会设一个人质官，人来到这要停止，无你两个入去，迄个高沙族出草台戏，我大清不负责，吼、哦。所以规个燕山拢有迄个一个人质官。那么日本政府拢好，啊你若迄若毋是你管的，安尼我要出兵来甲讨伐，大清佫甲回讲，伐与不伐由贵国制裁之。买甲处罚无，买甲讨伐无，恁家己决定就好啊。意思跟我大清无关的。所以日本迄阵拄啊明治维新，有去德国学了一挂陆军的这个新的作战的这个技术，啊，找无所在通实际用兵，哦，啊，阵就西乡重道，吼、哦，带三千名，就坐船啊，大只船啊，就来啊，为车城的这个。海边啊，吼，有一个叫做下寮的，说到白个。啊，伫这个牡丹虾，因为一个迄个石门谷战场，吼，迄有一个隘口呀，底下短兵相相接相接。但是咱的高沙的南排湾族，因的武器较歹，敢若有单发的步迄落猎枪，啊，佮有弓箭佮长矛呢。啊，日本是正规军呢，哦，有正规步枪，哦，山炮。啊！但是啊，战略到底，日本嘛无介赢面的，你呐？咱的高沙族足够烧战的，足够打游击战，用丛林战加暗时啊夜袭，因早起翻刀安尼摸扫来拢无声，出一个头等伊啊，出一个阿妈军方占伊啊，啊！所以日本军我那死伤惨重惨重，但是总是武器输人。所以嘛，就算战败，安那到绿山来，啊，日本军佫唔敢上上入入入入，敢那牡丹虾佮放位小小安尼。那么底下拖延战术，唔敢上入入来的，入入到迄个突击战啊、丛林战、游击战，吼、哦。啊，所以拢底下驻扎，结果日本军见死的，哦，四五十个，但是底下。见死的死活在判白死的五六百个，啥物原因？就是因住伫温带来遐热带的所在，热带做者蚊虫，因干那迄个蚊啊叮就着登革热，啊，那交叉感染着出血性登革热，迄阵无药啊，哦，死亡率拢五六十趴以上，啊，过来水土不服，哦，遮做个生活型的，小可物件迄个活型针内底着困，食了漏塞脱水嘛死。啊、所以破病死的五六百个，啊、所以你讲人日本有军医呢，来台湾都死遐济，啊！你看这三个留落来，因唔捌你个台湾梦定着，这三个顶了到底，嘛就爱着登革热，啊！水土袂遐，水无清气，瘴疠之气，吼、哦，下一定漏塞，漏塞脱水嘛爱死，所以这三个讲留落来，我看上加剩活一个啦。十个头剩一个，所以当初讲无几个，而且你也会记哦，当初咱的平埔族的社会是母系社会呢，母系社会是查某的掌权做家长呢，唔讲即卖因中国人来了，还是迄阵日本人来了，查甫咧做户长，较早是拢查某咧做户长，管规家伙的经济贷款呢，发号施令拢查某咧讲的呢，所以你会记。你若平埔族的传统就是讲，
那咧好好事喜事吼，嫁娶拢无顾坐大位对无？无顾坐大位，嘿，对。啊，过来，迄阵，咱咧定咧讲牵手牵手，咱即马拢误会，咱拢继续讲查甫去牵查甫手，唔是呢？迄阵是拢女孩子主动呢。你捌听到招翁即句无？无人讲咧讲招某嘛，拢讲娶某，啊有讲招翁。讲牵手，牵手是查某的，看这查甫汉超好，高强大汉，体格赞，搁烟斗来牵伊的手，招伊转来做晚翁，招翁。牵手是查某去牵查某，女孩子主动，好。所以你甲想，一个查甫的人，敢看会起这登山公？因为啥？登山公其实另外一个话叫做罗汉卡。因就是伫中国走路来台湾，一个人来尔，无搞，无财产嘛。来台湾有工做工，无工做乞食，啊无厝好住，暗时啊困底，拢困伫庙宇，啊庙宇壁拢有画迄个十八罗汉对无？困伫十八罗汉的下骹，所以叫做罗汉卡。啊，都乞食，啊咱台湾的女孩子。掌握财政大权、甲家庭的经济大权，吼，甲等于甲管辖权、管理权的，那有可能讲会去招迄个来做翁，牵伊的手来做翁，困难。比如讲，迄个查甫真正做烟头，像金城武，还是刘德华呢？哎，我不会讲，反正老娘有钱，我敢那欠一个烟头翁呢。你无钱，我紧来，先顾说说我。买较好的衫裤，你穿下就一表人才啊！但是呢，如果讲，甲招伊转来做翁了，牵伊的手转来，招伊做翁了，发现哎，唔嘛无影讲外劳呢，也无啥会晓做工课，无论是日时啊工课，还是暗时啊工课，安尼，这个女孩子会当怎？等这查甫天光出门去了，甲伊的查甫的家当收拾，用草席啊卷来，还是被单？更改，甲等在门口，因这查甫的翁回来，看到伊家当迄种羞羞等在门口，他就知道他被羞辱了呢。伊就迄包毛来，爱甲你找所在躲呢。迄阵是安尼呢，吼。所以莫看紧家己吼，女孩子，好，恁系较早是女孩子做主吼。好，那么民政。包括大清吼，本土的台湾的阿公的崇拜，这真正常。每一届外来政权来，吼，为了要生存，吼，咱的祖先都爱学因的语言，吼。首先拢先为语言先学，因呐，需要做统一。大清的人袂晓讲平埔族的话，啊，平埔族袂晓讲因那边，啊，因较强势。尤其因是用闽南语，包括客家语做官方语言，所以咱的阿公拢会去学这两个语言，客家语加闽南语。所以为郑成功，吼、哦，来把荷兰人赶走了。郑成功就是伫闽南遐招兵买马，闽南就是漳州、泉州、金门、厦门，吼、哦，啊，伊伫金门的廖罗湾起兵来。怕安平，把荷兰人赶走，所以啊，伊个君主叫做陈永华，嘛是荷兰人，吼、哦，嘛闽南人，所以因用闽南语做官方语言，所以伫安平，吼、哦，就起一个孔庙，叫做全台首学，是用闽南语咧读汉书、汉语，吼、哦，拢用闽南语读，吼、哦，读伊个四书五经。你甲想，安尼已经到今啊，差不多370年啊。这370年，你甲看，那20年甲算一代，安尼几代去啊呢？16代以上啊啦，吼、哦。啊，你甲想，日本人来甲咱管50冬，2代半呢。咱的阿公阿妈，吼、哦，然后读了日本册，是咪日记拢写写叫？过来，中华民国来咱台�湾近69年，
咱即卖囡仔，包括少年的，包括即五六十岁，然后读着波波摩佛的，北京语咱嘛下下叫，对无？啊，你甲想，戆台湾人，就是拢为着要生存落，拢爱学来甲咱通知遮人的语言。台清来闽南语，咱来学；日本人来，咱来学日语；中国人来，蒋介石来，咱来学北京语。啊，戆台湾人竟然甲闽南语，吼，我即摆咧讲这叫做闽南语，讲这叫做台语啦，错啊！这毋是台语，这外来语，中国来。包括我说的北京话，也是外来语。闽南语咱讲三百几年，咱即摆甲讲做台语。啊，若个北京话继续讲完了，讲三百多年，我们以后会把北京话当作台语，对不对？好，所以莫用骗你。语言政策连刚开来讲，好。那么最近这四五十年来，哈，台湾人哈美哈日哈啦，那四五十年代拢哈美哇，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好，去美国留学，留学了就不必等啊。哦，发现美国自由民主，啊，生活富如好趁食，大部分留学的十个差不多九个无转来。好啊，差不多十几年前，咱哈日，啊呐，哦，日本的电子的产品，吼，卡面也好，沃克面、收音机、录音机、录音机，足好用诶，俗够好用。哦，日本的衫裤，啊个日剧，哦，大家拢咧哈日。啊，最近这五六年，大家都哈韩，日本啊不韩国的这个 Samsung 的手机啊，韩国的 LG 啊，韩国的现代汽车有无？哈啊，韩剧。那么清朝甲咱台湾人蛮化，好啊，苏南官、苏南省、个苏南族谱，好，苏省像我的潘，啊，阮马家道族，阮去做个。都拢爱住伫溪边、河边，因为呐要洗物件、洗衫裤、洗身躯较方便。所以台清的官员来台湾，啊问伊地方的迄个父母官，啊因这部落这算拢姓啥？伊讲无呢，因为阮无咧无文字留落啊，所以也不可考啦。啊因就讲，啊拢无姓呢，吼啊这台清这个官算较有学问。伊讲啊，我姓潘啊，啊，因个甲合作住伫水边个番啊，合作潘安尼啦，我潘就是安尼来，吼、哦，住伫水边个番，啊，这袂歹呢，有三点水，吼、哦，啊，下骹有一个田有无？啊，田顶缘发米有无？够一撇对无？潘顶有一撇漂撇个台湾人，吼、哦、，OK 好。唔呐，苏南省，佮苏南族谱。我有看过阮阿公迄阵做的族谱，敢若写讲，阮是为福建来，也无讲福建对一关对一个砖头咩哦，啊，即知影，即就是标准的苏省，甲苏族谱，吼、哦，啊，苏官就是讲，你若会晓因中国来即个官方语言客家语还是闽南语，哎，你会当做统一官，甲你苏立官，哦，啊，你待遇会较好，吼、哦、，OK。那么。日治时期嘛，日本人甲台湾人繁民化。1937年开始，吼、哦，叫咱爱学日本的食青烟，吼、哦，清茶，吼、哦，学食沙子面，学穿目镜，哈、啊，目镜我都进来，我阁穿有着了，吼、哦，起哩酷酷，吼、哦。那么，这真正常，哈、哦。那迄个外来统治，咱拢爱学人的生活方式，哈、哦。好。那么。战败国家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了咱本土台湾人有85%以上原住民，我较用原住民哈，原来的主人，吼、哦，咱这块土地原来的主人的血统。战败国荷兰人，荷兰人迄个地震讲甲拍败，荷兰人2000几个，地震讲这中国人原来算含慢，25000个人迄工为。2000几个伫这个热遮兰城，
哦，为要几半年，为甲内底无水无物件好食，只好爱导航，哦，安尼无计较啦，哦，你会使讲人荷兰人是以伊当时两差不多两千五人咧对伊25,000人，哦，郑成功无偌久，因为施琅叛变，又大清消灭你。郑成功这些人，台死的准说，台不死的掠掠，拢再倒等于大清。到尾，连遐郑成功因遐的高官一崩，嘛甲乌乌开，骨头收收起来。啊咧乌的时，台湾人兵部做个问，嗯，啊大陆好好好奈要来乌个，大清的官甲咱台湾人骗讲，无啦，这拢较早为大清遐过来。啊！因遮拢爱落叶归根，遮骨头拢爱收收，下底迄落骨头翁啊吼，金头翁啊内底，还佫送转去大清，安尼会当庇荫因的后一代，伊甲咱骗，啊！咱台湾人都要骗伊，讲哦，叫做扣骨啦，啊！都全世界我敢若听到台湾人咧扣骨尔呢。美国人遐那撞落都拢唔嘛咧叮当个，哦，你讲像迄个美国个遐即位美国战士遐个军官还是士兵，因有国家公墓，你敢看因自古早带落，敢捌听伊讲佮乌起来捡骨，佮捡捡到骨头红啊？无呢，都敢那台湾迄个大清个人怪，其实大清吼，甲郑成功遮当作。叛徒嘛，遮要反清复明呢，会通对你遮好，迄骨头收收的吼，到台湾海峡拢甲轻轻落海里啦，吼，无可能去炸转去中国，伊甲咱骗讲，为了要让咱祝贺平埔族遮人去后日啊去作乱，所以甲遐连骨头拢爱收收转去吼。好，啊，大清迄个大日本帝国甲拍败，大清迄阵伫台湾经过日本人来。户口调查了，还阁剩差不多外国人，迄阵差不多剩9000个外国人，大清的人占90%，好、哦。那么差不多到要8000几个人是大清的迄个帝国的居民，遐人日本去有给伊2年的时间，好、哦，你若无爱待台湾，好、哦，你当变卖家产，你等于大清。所以，迄阵台湾都已经甲要300万的人口，哦，日本拄好来台湾，哦，来管台湾的时，迄阵咱平埔族加高沙族甲要300万人，但你也想头拄好迄个9000人，差不多8000的是大清的人，哦，算中国人，大家可能听到，啊，甲总准一边好啊，嘛差不多300:1，不到一嘛。300:0.8，哦，都1/1000就对啊，哦，安尼，咱的血统有通啊偌济，也是中国的血统，大清的血统无嘛，吼、哦。好，那么大日本帝国去美国甲打败，到1945年八月迄个时间。台湾本土的台湾人已经差不多600万人啊！吼、哦，迄个日本管50年后，台湾已经加一倍，差不多600万人。那么迄阵日本派来伫台湾咧管台湾这军公教人员，包括伊的眷属，差不多300多万人，拢总迄个蒋介石跟美军，甲站在等于日本本土。所以你甲看，这国家荷兰政治王朝大清大日本。只爱拢无留偌济基因在台湾，因拢用请假转。好，所以咱的85%以上的高沙加平埔族的血统。好，那么台南有一个教授叫做李晓峰，好，知影这個人，举手我看嘛。好，我算无介济吼。啊，这伊是一个真有名的研究台湾历史的这个历史学者。好，我若逐个看伊的文章加伊的册。好，你若有机会，会当册店甲买伊个册来看，真好。那么伊自细汉就拢讲讲学印度啊，我很不服气，
因为小可乌尖乌尖，细粒子，还佫头毛小可翘翘。啊，即马就是两三年前，马街病院即个林玛丽教授，伊有咧用电脑咧验 DNA 吼，用你的唾液还是抽血，你去互伊用电脑咧照，你的基因咧照查，看你啥物作个占几趴，啥物作个占几趴。结果伊内底真正有印度血统，好，伊感觉真讶异。伊阵在病历史咧追查，原来吼、哦，荷兰人迄阵为着要带台湾，迄阵伊甲台湾当作一个贸易的基地，吼、哦，台湾会当种甘蔗来出产乌糖，啊，乌糖迄阵是足贵的奢侈品。过来，会当出肉皮，哦，去全世界卖，诶，寒带国家迄边，日本、北海道遐卖也好啊，也是其他国家吼，尤其因荷兰寒天嘛足冷的吼、哦，所以这两人赚做侪钱，尤其甘蔗，伊发现讲哦，南台湾遐吼来种甘蔗足适合的，啊，因为台湾水果因用袂合，所以为印度引进黄色，啊，人讲赤牛啊，吼、哦、来台湾。但是这赤牛沿路为印度坐船要来台湾，沿路爱有牧童甲照顾，吼、哦，包括来到台湾嘛爱继续甲饲，互伊生炭。啊，结果就是讲李小龙伊查的结果讲，就是因祖妈的祖妈的祖妈，吼、哦，因阿妈的阿妈叫做祖妈嘛。啊，若讲因祖妈的祖妈的祖妈吼，就是搞到迄牧童，吼、哦，迄牧童总之嘛会。诶，少年家嘛哈，啊，生团留落来基因就对了。啊，我捌看路人有查某的吼，穿个 T 恤哈，后壁写讲，恁祖妈台湾人有无？诶，我足佩服的呢，女孩子呢，我还毋捌看到查甫写讲，恁祖公台湾人。啊，等咧查甫，敢若无 LP 呢？啊！查某电脑写恁祖妈台湾人，好足荣耀迄个感觉吼。好，啊，所以咱来记，咱的内底血大部分拢平埔族，吼，啊有一部分是南投高山族吼。好，台湾今天做一个问题，台湾族问题，就是讲1949年蒋介石国共内战。哦，输，迄年年底，兵败如山倒。哦，啊，真侪国民党的军功高的人，拢对因的国军，所谓中华民国国军撤退来台湾。啊，我拢甲简单讲，较早有一句话吼，遐、哦、是，阮遮是，阮是大人，阮公啊，阮爸因陪咧讲啊，啊，到期抵来。应该日本人管得足严，日本人足忠，对咱台湾这个土地算真忠，对天皇也足忠，所以因甲日本人讲，日本狗，啊狗起码会顾厝，啊是结果1949年来吃的吼，哦那猪呢，干那要吃，也要吞大，啊所以讲，一句话讲，狗起猪来啊。啊！日本人足歹，哦，日本警察真歹，啊，所以日本人迄阵歹个吼，会使讲有时啊，囡仔咧哭，你来讲警察大人来哦，哦，听到警察大人呢，欸，咱较早咧讲日本，阮爸因咧讲警察大人足尊贵吼，警察大人啊，但是话中国人来了，哎，大人判刑，剩警察，剩警察啦。啊，佫隔段时间，煞变警察啦，佫变较细，有无？台语呐，看尾音就变较细啊。哦，咱来讲车较大只，车就较大车，较细只，吼、哦。啊，所以日本警察，这个变警察大人变警察，变警察啦，过来连警察啦，唔是讲地保啊，过来变啥？贼头。啊，讲贼头，啊，过来讲合法攀枪的流氓，
因有情啊，爱合我歹情的鲁莽呢。啊，所以讲中华民国吼，真正无法治观念啊。日本人来甲咱管五十冬，台湾就脱胎换骨啊呢。吼，咱迄阵台湾人，互日本政府管甲修习、修信用、修法。修习咱甲他讲，用火车来讲，咱卡头拢嘛讲，日本只来讲啊，火车万分，咱用分做单位。万一中国人来了，讲误点啊，误点的。一分甲一点钟是六十倍呢，吼、哦！你著知影讲，因无休时间，啊，无休息呢。阮爸因讲诶，阮若讲出去答应较惨死，答应你就是爱做较到，这日本精神。啊、中国人来了，来写客哦，写一本写一本，佫出代志。吼、哦，人是拢毋免写客，我讲出去准算。查甫人，我日本人，吼、哦。男主人大丈夫，讲话算话，这叫做日本精神。啊，所以蒋介石因甲迄两百万的中国猪来互咱饲啊。我做囡仔看阮爸、阮母啊咧饲猪，两百公就会掠来抬，还是掠来卖。结果咱即摆饲这饲六十九公啊，卖抬定。咱拢咧缴税金互食呢，互饲呢，吼。所以台湾有很多猪的问题。啊，咱继续来探讨。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成本，即摆哪会希望人做个真正安尼乌？你日本时代户口制度是日本人来了做，日本人为着要好啊管台湾，伊也甲台湾摸到一清二楚。这个所在大是啥物款族群的人？是高山的呢，还是平埔的，还是客家的呢，还是闽南的？讲的是啥物话？我拢来调查清楚。这个本来拢写足清楚，迄个流亡政府惊咱知影咱的身世，拢甲咱糊掉。啥物原因？就是日本人来调查的时候，哦，陶祖庙才讲客话，你若敢若村里要讲客家话，已经甲你本身道家师祖、托家师这个族的族语拢袂记啊。哦，伊甲你写广。广东的广，哦，啊，你若去南部查了到底，我你刚才村里要讲闽南语，哦，伊甲你写福建的福，但你要注意，写福唔是代表讲你是福建来，写广唔是讲你广东来，你是忘了你自己的祖语，哦，希腊的语，你变刚才要讲闽南语，伊甲你写福，因为福建简称闽南嘛。啊，福建的南部叫做闽南嘛，啊，你也要讲闽南话，就给你写福，好、哦。那么，你若要个也要讲你原住民，好、哦，高沙族的，好、哦，比如讲泰雅族啦，啊，是阿美族的，伊给你写生番。啊，你若要讲沿海这平埔族的，伊给你写熟番。哦，啊，咱拢讲番，咱个有分青甲色的呢，好、哦，生番甲熟番。意思就是讲，平埔族的一般来讲较温和，较好沟通。哦，好啊！即马伫安尼经营下，真侪人无了解，自认为伊是中国人，吼、哦，因为过去拢国民党甲恁教，啊，教教互咱台湾人拢自认为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但是安尼经营下，巩固了，会真侪台湾人相信呢。好，好。啊，伫安尼经营下，咱卖泄气，咱熟悉。本来高山遮，吼，因有因的生活习惯，因甲真有一个好处，他们的语言留下来，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是留下来，没有完全被消灭。但是咱沿海这平埔族拢差不多被消灭了，即马若救会倒来，差不多剩希腊雅语，看救会倒来袂，剩咧困难吼。啊，这今年的2月25号，哈，《自由时报》《自由时报》伊报的哈，用。
被要求撤销户籍住籍，熟哦，南市府次内政部管太多，就是讲日本时代有跟人讲熟番啊，啊，这熟番是西拉雅族，因咧发起证明运动，里面讲因为那是西拉雅族平埔族，盼能获得政府认可，列为法定原住民族，啊，拢咧几啊年啊吼，几十年啊，中华民国内政部拢无被承认。因为西拉雅族太大众了，啊，原住民的中华民国预算有限，你呐，把这个西拉雅族加列入原住民族，啊，这人要作为本来预算吼，这说各说啊，可能会抗议，哈，所以一直拢未准。但是因台南市政府哈，已经有自我认同了哈，台南市了高雄市啊、屏东县拢有响应，哈，拢甲收完。把它动作是原住民族，好 ，OK， 好。那么，咱来看讲中华民国因的军政府，因用对辣椒，都甲咱台湾人比例个服服帖帖。好，咱来看，第一，伊利用二二八事件，有计划甲咱台湾人甲要三万人的精英屠杀掉。好，啊，这三万的精英是日本政府。开五十年的时间，甲训练出来，但是蒋介石因利用一二八事件，吼，甲咱这精英拢抬掉，这精英就是会当领导来抗暴的，吼，这人才先甲你抬掉，因为伊知影讲，伊是三流的国家，要来管一流的日本台湾人，可能管袂落去，这牛人若要抬好死，歹管，吼。第二。爱甲恁遮有钱的拢互你变做无钱，哈！所以伊搞垮金融、甲经济民生。第二就是讲，1949年，哈！伫1945年来了，哎，啥物代志？啊，刚好人带囡仔来，啊，囡仔是毋是甲小甲安大一下？1945年，中国军来了，发现讲，哇，台湾真正报道，吼、哦，啊，咱台湾人本来食米无问题，结果中国人来了，把咱台湾人的所有的物件，用因家己印钱，用纸甲咱换，用草纸甲咱换，拄啊像迄咱咧烧金迄款银纸安尼吼，一直印一直印。啊！你有杯啊？甲你，我用纸甲你换。啊！你有麦克风，我印纸甲你换。你所有的物件，我拢用纸甲你换。咱台湾人希望安尼怪，怪甲讲哦，咱规厝内拢赚钱。结果1949年，今麦不注意的波动，米一日三七，吼、哦，本来一刀米不用两块，到尾啊爱赶规部队钱去买一刀米回来。啊，物资波动到尾啊，中国人原来足厉害。啊，恁台湾人，恁即马互我换了了啊！啊，恁钱足济哦！啊来，我即马搁订印新台票，你爱摕40000块来，甲我换一块。啊，拄好人卖田地卖几啊家，讲要起大厝，卖遐钱40000换一块了，拄啊剩会当起几条啊？啊，所以人准自杀，吼、哦！啊，这是安尼，伊荷兰无。本来有米，变甲无米好食，吼、哦！一直到战后，国民党政府，我做囡仔，我限制签食有够济。我相信啊，大增开，真济人要食白米困难。迄阵要食白米，都要等亲戚朋友来相催。吼、哦，阮母啊，较会甲米拢铺伫顶悬，啊下骹拢限制签。结果拢嘛，人客食饱了，较换阮囡仔去食，阮囡仔去食。剩掉几粒米哩啊，尔，迄几粒米好补嘞，特别香。哦，佮专食着臭香的，迄阵番薯做些臭香的，啊有爱晒干吼。啊，你台湾人，你总讲你做生意介济钱，互你40000换1块，你嘛无钱啊。你要招人来抗议，起码无嘛发一个便当方只，也是一个行路工，你拢无钱啊，要安怎发动人？
都经营也无啊，这厝头也无啊，啊钱也无啊，过来，甲你用大地主变小地主，甲你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甲你这大地主拢变小地主，你嘛无力去啊！大地主本来地方的头人嘛是化水的根党的，你怎么变小地主？我你也无力去。好，现在伊敢用这款土地改革政策，因还唔在中国实行耕者有其田。伊无炸土地来台湾，你知道？反正这不是我的，啊，拢恁的嘛，啊，我卖话咧，甲大地主的土地分一寡给遐小佃农，遐小佃农就搞感谢，所以遐足侪农民拢讲国民党好，就是遐小佃农，好、哦。过来，那无听伊的话，就掠去死，掠去关，掠去绿岛，去绿岛大学深造，好、哦，所以你那无听话。那讲一挂话无下伊个听，吼、哦，暗时啊，看司机部啊车到恁兜就甲你掠去啊，吼、哦，用白色恐怖，互咱台湾人唔敢出声，吼、哦，过来敌心反转，身份错乱的愚民教育。1945年10月25来了，台湾登陆了煞，宣布讲，作为台湾人，拢回归祖国的怀抱。哦、我们已经打胜仗了，咱都开始咱拢战败国，咱拢闭手拢作惊的。哦，我咱回归祖国的怀抱啊，咱变战胜国，台湾人戆戆拢跳过，拢变中国人，无人要做战败的日本人，就是安尼用骗的，或者敌心反转。咱堪比修正，咱是敌对的，咱即马跳过敌人的阵营，也在讲背叛日本天皇，戆台湾人。为了短期的尽力，出卖家己，好、哦。过来假民主选举，你看即摆选举敢有算民主？拢买票嘛，哦。啊，规个即个党政军媒体拢因降甲掉咧，军公教人员拢因上好福利甲收掉咧，变个投票区，啊，即选举头公平。敢那讲咧走100公尺的招标，因顶个伫50公尺遐起跑，啊，咱伫0点遐开始起跑，咱较早嘛招输，吼、哦。好，好来，咱用叫番吼、哦，啊，咱有介只甲闽同款的外来种的植物，番石榴，番啊、哦，番茄嘛番，这种外来哦，这种。大部分荷兰人引入来，哈、哦，番茄、辣椒，哈、哦，番茄、番薯，啊，因为番薯台湾人要用这个番哦，较不习惯，拢直接叫番薯啦，哦，啊，其实是叫做番薯，哈、哦。过来，番麦，哈、哦，玉蜀黍番麦，过来，番茄花，好、哦，这种外来拢用叫番，对不对？啊，奇怪，咱本土的呢，咱哪会用叫番？迄番就爱头拄仔咧讲，1949年为中国遐流亡走来台湾的，遐外来爱叫做番。啊，咱台湾人佫甲讲，哦，因叫做蚵仔，哦，咱来去做兵，迄老士官长咱拢讲叫老蚵仔，错误哈。蚵仔是咱本土产的，咱无人咧讲番蚵，哦，番蚵仔，拢嘛讲蚵仔呢。顶多咧讲番薯，所以因来个改叫，因号做新番薯啦，甚至会当个看不因，因号做新番薯啊啦，咱是乌啦，咱是老乌，咱本土的，哦，所以你来讲因是老乌啊，唔对，咱才是老乌啊，因是新来，1949年才来新番薯啊，哦，给、okay ，好，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哈、哦，咱来看。咱拢错甲中华民国当作我国，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我做个甲因讲，哪有人咧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嘛？我讲你是人嘛是狗，我甲因个笑，好。咱伊谈论年2008年，好马英九拄啊算着，好请伊来，伊马英九下令讲，由于汤机场到台北市沿路袂使有插中华民国旗啊。
所以派中华民国警察处理咧，甲中华民那民众摕中华民国旗啊，拢甲没收，有诶甲抢来，搁压落当甲等本身人。啊，咱戆台湾人有诶，日军诶、民进党诶，等到摕中华民国旗啊，带咧替中华民国咧捍卫中华民国。嘿，人因中国人都无爱啊吼，拢咧收，拢咧等本身人。咱毋爱对收对等本身人，啊个其他诶旗啊，去咧代表台湾诶吼。结果是，等到。五千旗在台北市夜夜飞的时候，中华卖叫佫派因的警察咧甲保护，惊日军的迄个遐旗啊抢来，甲夹到胶破，就甲放火烧。迄个老早过的旗啊，袂使甲得着着吼。哦，过来2012年伦敦奥运会同款，因伦敦奥运会本来只有挂车轮旗啊，阿强啊抗议。公立乃不依照奥运会模式用五环旗，所以奥运会伦敦奥运会怎样理亏？关于修改，阿咱戆台湾人搁底下提中华民国旗啊，底下捍卫中华民国，好、哦，这就是咱向教育，算因国民党教育成功，阿咱要洗脑去，好、哦，把中华民国当作五国，当作我国，好、哦，连这个电影三太子这2009年单局。做市长咧办四大运的是请假吼，马歇尔西亚咧分客人机啊，吼，讲咧爱台湾，这都毋是代表台湾咧吼。那么咱一直讲咩？今年张志军来，因国民党家己也无举旗啊，五千旗也毋敢出来，啊咧抗议场合，遐个学院的咧抗议的嘛无。拿中华民国旗出来，哦、所以咱咧讲，吼、哦，因有听到、哦、那么，错误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是谁？好、哦，咱来看，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伊个1999年台湾监督国际文来咧讲啊，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哦，这作者咱咧，李登辉，伊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啊！你甲听这句话，还看得到流亡的遗迹的。中华民国本来唔是伫台湾，是伫别个所在，啊！即马走来在台湾，吼、哦，迄、就是流亡，吼、哦。来到阿扁啊，为着2000年要选举，伫1999年修改，用这个台湾全族结义文，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等于本来讲你若要卖台湾，无你嘛卖一个较好价。连买都无买，直接用上。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安尼。连卖都没有卖，吼、哦，无你卖卖者较好价，咱大家来分，拢无，直接用上。啊，即拢遐民进党的头人，吼、哦，拢做过中常委、中执委、中评委，吼、哦，啊，佮全拢法律界、社中庭嘛，迄、那个。陈水扁拢嘛法律的高材生，结果甲你创安尼，吼、哦。过来蔡英文做中华民国前主席，同款2011年十月在，伊要时阵要选代表民进党要选中华民国流亡总统，伊伫高雄市的乐冈公园演讲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毋是外来政权。李登辉佫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伊讲已经毋是外来政权，是台湾的政府。同款，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嘛是用上的，连卖都没有卖哦。因为民进党两个主席吼、哦，头壳拢畸形的，啊，就卖去讲其他下骹遮，当然嘛，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啊、哦，所以这就是国家错误认同。咱是大日本帝国吼、哦，的台湾哈、哦。好，啊，咱来改正咱错误的言辞的一寡咧。啊，这唔对的吼、哦，外省人，啊，要改啥？改啥较对？台湾足简单，两种人呢。啊，你讲哦，啊，都一半查甫，一半查某的，啊，唔是啦。台湾足个分，头拄我咧讲的，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1号命令D号，迄一天，外国的人拢也袂入来，外国军队也拢也袂入来。迄阵诶，住伫台湾，即本土台湾人，咱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包括伊生拖落诶后代，
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啊，剩的呢，剩的拢叫做外国人。哦，包括蒋介石因遐部队来，迄都拢外国人。因叫做中国人。你莫甲讲伊是外省人。你若讲因外省，啊，咱叫做本省，啊，咱怎变中国的一省？咱不变伊的三至五分之一哇？这个错误哈。过、哦、来，咱定来讲专省。啊，专省药房拢有得卖啊。专省服务站拢有咧甲各位服务，有无？讲到安尼足顺的。咱若讲专省，咱就变因的一省啊，对吧？好、哦、啊，所以咱即个改改改喏。有人知影无？啊，全台湾对，嘿，若讲全台湾就对啊。嘿，你袂使讲台湾国哦，台湾毋是国家哦，咱的国家叫做大日本帝国，吼、哦。咱只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个大岛，吼、哦。日本有五个大岛，吼、哦。大日本帝国北海道，大日本帝国的本州、九州四国、琉球、台湾，咱拢是。大日本帝国之下，哈、哦，过来，哦，咱拢讲大陆。你若甲一个外国人讲，我要去大陆佚佗，迄外国人头壳一定安尼奇怪啊！你是要去对一个大陆？因为全世界有六个大陆：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澳洲大陆、欧洲大陆，搁一个亚洲大陆。啊、你跟他讲要去大陆佚佗，那外国人、美国人讲，嗯，啊，你是要去对一个大陆，所以咱来讲啥？中国无唔对，嘿，爱叫做你来讲中国足清楚，哦，我就是要迄、那个。过来，咱拢讲省道，啊，这边安怎改？要改什么名？啊，讲实在吼，大清甲咱台湾管212栋。有够笨拙，有够憨蛮，无才调开一条路，为家人开到屏东，是日本来台湾，差不多十栋，就甲台湾为家人开到屏东。拄啊，敢那西丽大桥迄阵，我迄个太快了，迄桥墩做较久，迄个较慢，嘿。啊，这安怎改？无人知吼，来，改做。台一线，台湾第一条为家人开到，后人讲台一线，后人讲纵贯线拢会使，吼、哦，纵贯台湾南北，吼、哦，你要讲纵贯线拢会使，吼、哦，啊，除非啦吼，除非讲你伫这条道路台一线顶缘吼，你开车，你拢无加汽油，你拢加水，安尼你讲省道安尼，我认同，你。车若拢加水就会走的，安尼你讲迄条叫做省道，安尼足省的，无要紧。吼、哦，啊若无你爱讲台一线哈，你若加汽油啊，来讲台一线哈。好来，讲偷渡客，啊这要改啥？有人知无？偷渡吼，咱一般咱若要去人个国家，是毋爱申请签证，就以前咱若要去美国。哦，阿袂电子签证的时候，你美国，你得爱去美国在台协会申请美国签证，签证落来，你得爱提个签证，包括你的护照，才会当出国去到因海关提签证，我看讲我这伫恁的大使馆，哦，恁的在台协会 有通过，哦，就会当互你入去。那无原机遣返 ，OK。那么偷渡是一个犯罪行为，所以呐，偷渡抓到。当然叫做偷渡犯啊，那也叫做偷渡客，啊，这就是台湾奇怪的所在。迄阵二十几年前，哦，中国人拢为福建的外海、长乐县的外海有一个岛叫做平潭岛，为遐坐渔船啊，来到新竹的南寮渔港附近遐，为遐登陆，啊，有诶去屏东的南滨、东港、枋寮，为遐登陆起来。啊，那迄个咱的。暗巡哈，抓、哦、到，都拢上去什么禁路哇？啊，拢甲称偷渡客。如果偷渡客来会成立啦哈，安尼连讲，万一来咱岛那钓贼偷，咱也等伊哈。
啊，若看到贼仔伫咱兜，你爱甲拍招，哎，小偷客你好，伊人客啊，啊，冰手有凉个，你有摕起食无？所以袂使讲偷渡客，爱讲偷渡啊，爱讲偷渡犯是啥物原因？就是遮做官，中国人若主官，一定拢外省个，毋中国人，副官甲台湾人。啊，所以掠到因家己，为伊嘛是中国走来，啊，即马我中国亲戚人客走来掠到，啊，这偷渡客，因是用这个心态，所以才合作偷渡客，唔是偷渡犯。好，好，过来，啊，咱讲啊，即马民国几年？啊，中华民国伫民国三十八年就已经灭亡去啊，哦，38年大撤退。一概就是他离开自己的首都，离开自己的领土国土，跑到别人的国家的领土台湾，大日本帝国领土台湾，他就是被消灭了嘛。因为毛泽东1949年10月7日，就是用取代用灭亡去了嘛。啊，咱今麦要跟你讲民国几年，要改啊，改西元，啊，要改西元几年，啊，就公元拢会使。真简单，你甲中华民国年制甲加11，啊，即摆103年，你甲加11，就是2014年，好，哦，真好记。啊，咱讲啊，台湾总统陈水扁，啊，即句嘛唔对，啊，要改啥？台湾唔是国家，所以无可能选一个总统。陈水扁两届选举拢是去参加中华民国流氓总统的选举，选到叫做陈水扁。包括李登辉嘛是流氓中华民国的总统，唔是咱台，唔是台湾人就变台湾国的总统，唔是哦，吼，哦。这叫国际法律，咱今仔日讲的，咱咧讲法律，吼，哦，法律，咱唔是咧讲感情，吼，哦，对就对，唔对就唔对，吼，哦。过来讲，啊，台湾退出联合国。这边那解释，真侪人拢讲，啊，咱1971年，民国60年，台湾退出联合国。我讲，台湾唔是国家，联合国是以国家做单位，你唔是国家，变哪加入联合国？就敢那讲，遐有一个房间。我从来唔捌入去个房间，但是你讲你看我为啥出来，为啥提出来，安尼叫做啥？叫做看到鬼。我从来唔捌入去遐，你讲我为啥走出来？台湾从来唔捌加入联合国，啊！你讲台湾退出联合国，啊，真正看到鬼，嗯，对不对？哎，安怎？蒋介石代表被逐出联合国啦。联合国迄个刀啊，甲迄个 China 中国迄个名牌拢伫个，伊还嘛要伫个。本来是蒋介石的代表伫遐坐，联合国2758决议文规定，把蒋介石占据联合国的席次，哦，由联合国及国际组织驱逐出境，甲蒋介石的代表甲赶出去，换蒋了。毛泽东的代表来里遐坐啦，所以请来阿底下啦，中国无退出联合国啦，只是换代表去里边坐安尼啦，哈。好，1979年美国跟台湾断交，啊，这错误要哪改？啊？台湾将来唔捌跟美国建交，哪有可能跟伊断交？是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啦，唔是咱台湾啦。好的拢中华民国扣的，啊那歹讲拢甲你讲台湾。那建交就讲中华民国又与哪一个国家好？甘比亚建交。啊那跟甘比亚断交，讲台湾与甘比亚断交。啊建交就中华民国与甘比亚建交安尼。好康的那好名声拢中华民国扣，歹名声就杀过台湾。
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咱咧讲，咱哪里骂人？你算什么东西？咱咧骂人拢会安尼嘛？无人咧骂讲，你算什么南北？无人咧讲南北，吼，拢讲东西，吼。啊，啥物原因？比如咱台湾出金蕉、出山啊，啊，你若甲咱个金蕉山啊，甲提厦门卖，福建个厦门，维度跟咱同款。卖不到好价钱，啊！伊毛出金蕉，毛出山啊！啊，咱得爱个黄金，啊，咱土地人工贵啊！咱去啊，那一斤卖超过五块，人因两块就卖到赚到欢喜个，咱卖五块去了钱。但是你若甲咱个山啊、甲金蕉、甲往北卖，卖去日本、东京，起码三倍计少。啊，同款，日本个朋友来啊！那卖来台湾，往南卖，卖三倍以上的价钱，拢足够的价钱。就是咱无，咱早期咱哪有捧过哪有来啊 ？OK， 所以台北市的迪化街，因咧卖叫做南北货；高雄市三峰中街咧卖嘛叫做南北货，无人咧卖东西货，所以东西货就是歹物件，无钱赚，所以叫做哪里没人，你就算。你卖这个算什么东西啊？哦，就是安尼来，好、哦。安尼来看，为中国来有啥物歹物件？哦，寒流，因为我住屏东，我屏东一头足够热的，足温暖的。啊，那寒天我那来遮做工资上课吼，好、哦，住伫遮拢寒到死时阵。啊，足够感冒来得，不是来遮，底下拢穿短的，来到遮三个月，头甲穿甲像阿不倒。啊，所以我来到遮足够感冒，寒天。所以我足起这个寒流，啊，过来沙尘暴，啊，这沙尘暴较早无，是十几年前开始有，啥物原因？就是中国惊咱较早的老路，为了趁钱牺牲环境，吼、哦。啊，其实这个沙尘暴上早就是为毛泽东开始，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因啥物，啊、大炼钢哦，土瓦大炼钢有无？啊，都讲要超英赶美哦，啊，都每一个钟头去弄一个陀螺啊，啊，钟头边啊树啊扯着拢在响，响要做炼钢，一挂树啊扯了了，扯到尾啊，遐树啊有诶又扯着死啊，过一二十年遐筋拢烂了，袂当保土诶吼、哦，水土保持诶时，结果。土砖粉啊，一直流流的，啊，即摆无法度吹到爆出。起风，寒天无落雨，起风迄土无树啊，昨昏拢晒干的，拢腐去了。起风就拢变做风飞沙，飞来到台湾，所以有沙尘暴。过来，这两三年开始讲的，有一个雾霾。即摆北京、上海，吼、哦，不时，安尼看无十公尺远，吼、哦，做个发生车祸。啊，这就是拢一挂化学这个物品的这个空气吼，诶污染，啊，这真毒，啊，这个雾霾吼，就是因这一二十年来，为着干呐要趁工钱，一挂高污染的行业，人外国人先进的国家不爱做，拢落订单，互因落去生产，因叫做世界工厂，只要有钱赚，牺牲一挂空气污染也好，无要紧。水污染也无要紧，土壤污染、化学污染，拢来。啊，这毒气吼，坐甲吼，空气无多甲吹散，你看偌毒偌济，佫会飞来到咱台湾，吼、哦。所以你看这归下来拢无甚物好东西。过来郑成功，哇，啊，这个我上，会使讲上讨厌。伊成功就是咱失败。安怎讲？一六二四年，荷兰人。来占领安平，荷兰人迄阵是一个航海王国，吼、哦，伊全世界咧找找好诶物件，所以甲头拄我咧讲遐外来种诶植物好物件，拢引进入来咱台湾，哦，包括咱咧用诶水泥，咱叫做红毛土有无？因荷兰人头毛红红，红毛人咧用诶土叫做红毛土，哦，水泥啦，哈、哦。
水泥就是阿蒙头哈、哦。啊，这高科技啊，高效率的生产呢，这韩籍加反美是救到足侪台湾人呢。战后迄阵，韩籍食韩籍占大呢，较侪呢，若无韩籍占，我可能囡仔无多起来，即我可能夭折夭死啊。好、哦，啊所以。那卖战争讲甲荷兰人赶走吼，我看咱即马含荷兰人拢混血，即三四百人。而且你来看，偏偏1624年，荷兰人嘛去占纽约、诶曼哈顿，甲开一个港叫做新阿姆斯特丹港。荷兰有一个阿姆斯特丹港，伊去纽约、曼哈顿甲开一个新阿姆斯特丹港。但你来看，三百几年后。纽约变成全世界上大的都市，上先进的都市。哈、哦，啊那那么咱的安平呢？荷兰人走了，电浆工嘛，无二十几年嘛，就去用电白，换大清来管管，甲不得不自动无建设。哈、哦，所以南卖正宗工甲荷兰人赶走，咱看荷兰人混血，哦，啊因拢高强大，啊你知影混血的女孩子，查甫的水，查甫的缘投。啊！以后咱甲伊混血基因交换了，拢会较高强大。到时咱个目睭也落落啊，头毛也红红个时。中国若要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看，哎，啊，他也拢红头毛啊，目睭落落，鼻啊个嘟嘟，啊个拢拉荷兰文，嗯，这可能毋是无感染感觉，啊，伊就袂想要摕台湾啊，啊，这感染无感觉。哦，大清这代我头拄讲，212年无再条开一条纵贯线，哈、哦，人日本人来50年就甲咱脱胎换骨，哈、哦，你看差偌济，啊，过来换中华民国来，中华民国在台湾，这李登辉讲的，但是我较爱用这个啦，中华民国害台湾，中华民国害台湾，伊若卖来哦，咱今仔袂遮艰苦，咱早就回归日本啊，像琉球安尼，咱早就回归啊。过来，啊，蒋介石啊，吼、哦，老一辈咧讲讲，吼、哦，感觉寻着广岛长崎县来原子弹嘛，无爱寻着这粒臭石头啊，吼、哦，我今仔时间咧过足紧嘞，本来我这课时爱3点钟才讲完嘞，啊，咱今仔时间已经到啊，吼、哦，歹势我后壁啊足侪拢无讲着，吼、哦，好啊，我今仔讲到这，感谢各位，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心好，我休困。